现在看到就是田中右点。比过伦敦奥运会的选手。团升五百四一周半前滚，五百四七百二，刚才刘荣斌的单杠获得了15.70的高分。田中右点这套自由操结束，这一边单杠项目上邓树地上了器械。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后540前720，这是出界的那一串，因为他这一串技巧串不是在对角线去完成的，所以他的这个距离没有那么长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邓树地的单杠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，下发盯住了。